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咱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呢？我给你放到这儿，放到这儿之后的话，当我在左边这个地方，你去点击相对应的提交按钮的时候，那相对应的是完成了哪点操作呢？你看一下，是不是在运行着呢？已经在运行了。已经在运行的话，我把这个表单呢重新来给你去刷新一下。首先，当我在这个地方去敲网址的时候，这是不是相当于是加载页面呀？加载页面的话，那就跟你正常的方式，你之前再去写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去渲染模板呀？所以呢，这渲染模板没有任何耗时的操作吧？就是正常渲染模板。紧接下来回过来，当我在这里面去写了一个 ABC， 再写了几个密码，一二三，这一二三是不是写到这儿了？写到这儿之后，跟我后端有影响吗？还没有关系的吧？然后当我点击提交的时候，这时候相当于是向谁呀？向这个网址发送一个 POST 请求吧，所以就相当于是不是进入到我这个里面来了？进入到这个里面来之后的话，那我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呀？是不是仅仅就是验证了一下？这个验证的话也没有耗时的东西，就跟你自己去写各种 if else 判断是一样的，只不过 if else 判断的话不需要你自己去写，它帮助你把这种各种字段给你判断完了。判断完成之后再往下做的话，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直接通过这 form 对象往外拿数据了呀？对吧？就相当于把钱都拿过数据了。拿完数据之后，你看一下我再做什么工作了。我再做的工作就跟我们之前自己去写注册是一样的。我在这里再做的话，你应该就是去草图数据库了。我这里没数据库，所以就打印了一下。打印完成之后，那我再做的工作就应该是把数据给你存到 session 当中，把用户的登录状态给你记录下来了吧？就在这儿啊。再来往下做的话，我是不是就直接跳转页面了呀？就直接跳转页面了吧？所以我有向前端返回数据吗？你看一下，我点击一下提交，点击一下提交之后，你说了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够看到用户名，那可不是我给你返回回去的，而是说我在刚才的这一次接口的时候，我把数据是不是已经给你存到 session 里面来了，已经代表这次注册完成了，然后呢我是跳转了一次请求。你现在来看一下我怎么去看这个地方呢？就像刚才在这个地方是先发送了一个 POST 请求方式，然后你把 ABC 123123这三数据传给我之后呢，就代表这一次请求已经完事了。完事之后的话，我只不过是给你引导到让你再跳转到主页里面去，所以呢你在前端的浏览器这里面呢又向我发送了一个请求，你自己向我发送要去索取主页了。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主页当中又给你做了一个逻辑，是在主页当中我通过 session 把你的用户信息拿出来的，这是两次请求，所以没有任何额外的开销，这点能明白吗？大家做一下验证不通过的测试。验证不通过，我不要再不给你测了吗？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全都去掉，然后点击一下提交，看一下是不是相当于所有的信息都被我打出来了。我在这里面去写了什么东西？用户名不能为空，然后呢，密户名不能为空，密码不为空，确认密码不能空。然后呢，紧接下来我看一下，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填上，填上之后的话，我再点击一下提交，上面的东西是不是就没了？就只有这两个密码了吧？然后呢，再来填一下，就比如说填写一，然后呢，我再来点一下确认提交。现在当前这个密码已经填过，但这个密码没有填。当前这个地方之所以被清掉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是说，它这里面一旦是发现是密码字段的话，要求你只要密码不合格，你每次都得重新填写，所以呢，它就把这个地方就给你清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比如说这里面我填一二三，然后这里面去填一个一，两次密码是不一样呀。然后再点击一下提交，你看一下它给我提示的信息是两次密码不一致吧？不是这个验证器给起效了。它不是点一下提交，不是 POST 的页面要刷新吗？它为什么不把用户名那个信息给清掉？哪个？用户名。因为是在进行渲染的时候的话，你这个里面在进行渲染的时候，我 form 里面的话怎么去做的呢？我现在是相当于前一次就是相当于我提交之后再进行渲染的时候，我拿到这个 form，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了？如果是前一次是以 POST 方式访问的时候 ，form 里面是不是已经有数据值了？是不是已经有前一次数据值了？已经有前一次数据值的话，我这里面没有做任何清理，就直接把 form 给你传送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进行渲染的时候呢 ，form 里面是有值的，他就把这个值给留下来了。而底下这两次密码的话，是因为这个密码的字段比较特殊，是 password 字段。所以呢，对于表单来说也是这样的，你每次只要填写不完整的话，它都会让你重新填写。所以呢，它在里面渲染这个 password 的时候呢，它自己就把那密码的字段不再给你把数据直接放到这儿了，给你保留到这儿了，是这样的意思。这点大家能明白什么意思吗？对，也不是用户名保存，它也没保存。
因为是我在一个视图函数当中接收到这个 form 对象，我是不是就在还没有完成之后，我就把 form 对象传到了这个渲染模板里面了？所以渲染模板里面拿到的 form 对象是不是就是有数据的呀？对吧？就是有数据的，就直接把它渲染过来了。就是关于这样一点。那不是，这可不是上下文。我们说上下文那个原题就是说 form 对象应该是全局对象吧？那你看那个 form 是全局对象吗？是我每次在进入到 register 函数的时候，是不是都自己去重新串那个 form 对象了？所以它是局部变量，每个人拿到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东西，这不是上下文的概念，这是一个局部变量。好，这是关于这样的一点处理。现在还有疑问吗？接下来我们再来说，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form 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像这样的提示信息，是不是相当于是在后端帮助完成的？那你前端照样得去做。前端再去做的话，前端怎么去做呢？你前端你就按照你的 GS 方式去写就可以了。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前端为什么要测呢？前端要测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是说，它是在发送请求之前就去测的。它相当于你还没有去点击提交，还没有把数据发送到我后端的时候，我后端根本没有接收到数据的情况下，你前端先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把数据都填写完整。只有把数据填写完整之后的话，它才允许你把数据往后端去发送的。所以是这两步操作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前端是前端的事儿，后端是后端的事儿。前端的话相当于是你在提交数据之前先来保证一下是不是填写完整了，保证填写完整之后我再点击提交，给我发送到后端。如果是按照这样方式的话，那我后端收到的数据是不是肯定是合理的呀？所以都通过合格了。但问题有些时候我们说了，后端做的这个部分这里面再进行校验的话，不是防你前端的，而是防谁呢？是防你不是通过这样一个逻辑发送过来的，而是通过第三方的工具发送过来的时候，我防的是那一点了。所以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防不胜防是吗？